大家好，过年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年夜饭桌上的经典下酒菜，凉拌黄瓜的做法，口感清脆爽口，开胃解腻又好吃。先泡腐竹，盆里加入小把的干腐竹，然后倒入凉水进去浸泡，把腐竹泡热。另一个盆里加入小把的干木耳，也倒入凉水进去浸泡一会儿，将木耳泡开。准备三根洗干净的黄瓜，把尾部切掉，然后将黄瓜拍裂开，再竖着对半切开，然后将黄瓜全部切成3到5厘米长的段。切好的黄瓜段装入盆里面，这会儿木耳泡好了，再将木耳上的灰尘冲洗干净。木耳呢，不要用刀切，直接用手撕成小朵就可以。这会儿腐竹也泡好了，泡到腐竹里面没有硬芯就可以了，将腐竹上面的灰尘也冲洗干净，然后再将腐竹斜着切成段。下来锅里水烧开后，把木耳倒进锅里焯水，煮大约2分钟，将木耳煮熟，再把腐竹倒进锅里，腐竹呢煮半分钟就可以，然后全部控水，捞入凉水盆里过凉。准备一把蒜，用刀拍破，然后全部切成蒜末，剁好的蒜末装入小碗里面，加入几个干辣椒段，再加入一勺辣椒面，锅里烧油，加入一小把的花椒进去，用小火慢慢的炸出香味和麻味。等花椒炸出香味后，再控油捞出来，将油烧热泼入小碗里，激发出蒜香味和香辣味，加入盐，加一小勺的鸡精，加一小勺的白糖，然后加点生抽，加点米醋和陈醋进去，再加入少许的香油，最后加入少量的凉开水进去，搅拌均匀，咱们这个凉拌料汁就调好了。下来开始调味，把控干水分的腐竹和木耳倒进黄瓜盆里，再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进去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。好了，咱们这个凉拌黄瓜就做好了，黄瓜搭配腐竹和木耳非常的不错，味道香辣清脆爽口入味，开胃好吃又解腻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酒凉拌菜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